把海天每天的事写下来，星期日海天来我家，我们在草地上踢球，下雨了，我和丽丽回家去，海天不要回家，他还在雨中玩，妈妈出去草地上跑，待他回来，地在他在我们家洗澡。星期一，海天生病了，他没有去学校。下午，我们去海天家，妈妈叫我带一个木瓜去，我把要做的功课带给他看。美美写了一张纸，有纸条要给他，我拿纸条给他看，他看了哈哈大笑。星期二，海天去学校上课，老师教我们做手工，我们用剪刀剪一张纸。海天说，美美剪的小鸡很美丽。美美听到了，更生气。后来我才知道，美美剪的是鸭子。星期三，我用剪房子剪，用剪刀剪了一颗黄色的星星，给爸爸。我用红纸剪了一颗红色的心给妈妈，我用白纸剪的一只白色的兔子给丽丽，他们都很喜欢我捡的东西。星期四，丽丽要捡一只蝴蝶，我叫丽丽自己捡，丽丽拿了剪刀剪。学剪蝴蝶，丽丽不小心剪到自己的手，哭起来了。
我点一只蝴蝶给丽丽，丽丽才笑了。星期五，老师给我们拆东西，外面的形色里面是红色，是的，是红色，粗的是黑色，肥美一猜就猜错，就猜中了。美美说，西瓜是。美美说西瓜是，美美说我爱吃西瓜。星期六，我们学儿歌儿唱。星期穿新衣，星期二做功课。星期三去爬山，星期四要写字，星期五学跳舞，星期六去打球，星期六做自己喜欢的事。